告白。准新娘被橘红色的金针花海包围，仿佛化身花仙子，置身仙境。哎，对，老公笑一下。这对新人可是特地从香港飞来拍结婚照。这个花景很不得了啊！这片金针花海约3公顷大，位在南投日月潭的投射盆地，是最近网络上窜红的打卡拍照点。在网络上有看到有人介绍这里，所以就想说不用特地跑到那个台东那边去看。以往都是听到台东嘛，台东才有金针花，那想说哎，这边也有，就过来这样看一下。顶一阵啊落大雨啊，迄个花愈开愈水啊。全台的金针花海除了南投日月潭的投射盆地外，还有台中新社，另外是花莲六十担山、赤科山，还有台东太麻里金针山。但是花莲跟台东的花期已经快过了，中秋连假想看到花况开最好的还是到南投的投射盆地，不但花量多，也正在盛开。央广新闻综合报道。